走在塞奇金公园散步路上遇到的一匹木马，就是五号作品《永远的生命》。利用在济州中山间找到的枯死木和火山石制作马的形象，通过在形象物上栽种野花，表达了自然的美丽和神秘。在此处静静地闭上眼睛，会听到天地渊瀑布清脆的流水声。如果您享受完了片刻的冥想，下一步就是离开塞奇金公园，前往七十里湿公园。七十里湿公园旁坐落着由我国最早的市立美术馆——纪唐美术馆，这里收藏着国内外作家们的绘画、雕刻、工艺、版画、书法等650多件各类作品。望大家在此停留片刻，观赏一下西归浦造就的世界性画家，把济州的美丽风光染成土黄色的边石质画家的作品。